如果家里头有果蝇怎么办？你就拿那个塑料袋里头装点苹果醋，然后再弄点洗洁精兑在一起，你看那个果蝇就是特小的那种小虫子就飞进来了。然后呢，一般这个过个半个小时，这整个这塑料袋上能扒一堆，然后你把它弄到外头放了就行了。你看这飞的这些东西，这家里头不知道什么东西烂了，结果忘了扔出去了，就飞了好多这个东西。然后呢，当然也可以用这种东西，你看这里头也有一堆，对吧？这还飞了一个，这个用一般的瓶子做成这个形状，里头倒上。当然这个不如塑料袋的效果好，但是其实也可以。你看这飞的乱七八糟的，这还有。还有这块刚才弄的椰子油，你看油上也可以，椰子油也可以沾上，就讨厌的颜色。还有一个方法，看着啊，用这玩意儿，然后用反头那个后头的那一头，吸，直接就被烧死了。先弄这些东西，把这个这上头会飞一大堆，先引诱过来，然后拿吹风机反着吸，看这儿有一个啊，哎，吸进去了，就被烧死了。刚才这块到处都是，现在这儿已经没有了。喜欢咱们的那个视频。